我可以，我帮你。可是，上一次我问你怎么看待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我早就把你当成是我家人了。家人？所以我早就把你当成是我亲姐姐了。我不要做姐姐，我不要。More news is bad news. 爸爸开门啊！原创强档。 汤拳头遇上枕头，每逢星期五晚上8:30，八度空间，啾咪啾咪播出。